这是所有的配件现在开始做耳钉的一个款式，先把耳钉的配件给它装到这后面的扣上这里来，然后两边都是一样的操作。现在是一个领夹款，领夹的一个松针扣先给它卡上，然后呢另外一边也是保留一个短的针，有一条链子可以扣上来，也可以选择不挂链子。松针款式需要把领夹的针先给取下来，然后换上连接的一个配件，装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摁紧，然后再卡上。连接的时候先把针给打开，里面有一个扣头，扣头打开了之后呢，把我们的这个配件直接平放在上面，就再把它给卡上就可以了。